这个气质的原因。你不愿意吃火锅吗？这破火锅，别还破火，别撇那油，撇沫儿。哎，就行了，就是那完了，白瞎那红油了。啥红油啊，破玩意儿，拉倒。破玩意儿。你们最不爱吃，就让人给我擦点黄水呗，好吧？这多有食欲啊！不愿意吃火锅，你瞅瞅。吃饭了，家人们啊，牛胸口。然后粉耗子、青菜，还有川粉、蘑菇。你大点火，还能大点火。今天就比较简单。一脸嫌弃，这么好吃的火锅不吃，自己整点黄瓜大酱。来点料吧。哎呀，我还吃那玩意儿。哎呦妈，老好吃了。这段时间你老好吃，这骨头软了，老好吃了。那本来就老好吃了吗？啥都好吃。本来就老好吃，老好吃的，这火锅谁不愿意吃？我是傻。有，你等等。哎呀呀呀，咋的了今天？吃点火锅败败火了。来，烫手啊。谁说吃火锅败败火了？我这都不听说。我说的。吃吧，哎呀，云不到人行，那是不是拍视频效果呀？让我外边喝，顺气。我哪种气啊？顺气，不是受气，这是让我外顺气。我调料好吃了，就老好吃了。哎呀，不好吃。